会变得软弱，是因为伤害。在温柔的谎言，何故去拆穿？爱与痛徘徊在我们之间，找不到答案，像时间倒转，会不会改变？对爱的体贴只剩下妥协，简单的问候该怎么拿捏？谁说的时间会治愈一切？爱怎么能用一句话敷衍？幸福可回来，有没有人在？谁愿意为谁等待？对爱的体贴只剩下妥协。